新年快乐哦！今天先来个新年特别活动，好吧？好吗？宇翔玩，你也太急了吧！我刚好看到你留言，我靠，马上被追杀嘛！今天有点扫兴。好喽，祝大家新年快乐哈！宇翔晚安 ，wish 晚安，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然后狗年旺旺来，然后各种新年话有什么？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，然后还有希望大家新的一年能够越来越顺利，然后就是能够心想事成。然后大家其实应该有看到我那个啊，我忘记改指令了。就是大家还记得我今天有上传一支影片吗？就是新年的抽奖活动，那希望大家可以去帮我看个影片，然后参加一下活动，很简单，活动办法非常的简单，大家请去看一下好吗？等我一下，哎，感谢庄静，感谢 Pace。嗯，浅浅要来了。今天浅浅也有特别活动哦，大家等我一下哈。大家新年现在在忙吗？还是大家已经开始做自己的活动？好，等一下浅浅要出马了，是不是？过年要有浅浅才能招浅啊，对不对？好喽，浅浅，来，浅浅。抽钱钱，有，今天，道具准备好了。今天还在还有 bug 吗？而且很多一些，来喽！我今天还特别用另外一个画面，啦啦，这个，钱钱也要吃，但是他不能吃太多啦，是新年，你知道吗？圆圆晚安，黄哥晚安，新年快乐！来，新年快乐！浅浅会的真好 ，Hello， 浅浅。喵。哈哈哈！浅浅在疯狂了，哎，哈哈，浅浅，浅浅，浅浅一直还没，我还没放，我还没放，很可爱。真的，哇！你看，小小一点点味道，它就开始。你看，我先把东西放好，不然等下它又开始那个。哇！水水，你看，把它给放上。不是啊，在这啊，看错位置了。不是，你先下去啊，我觉得它这样有点激动。你先下去好了，你先下来，不是你先下来，你先下来好了，你先下来，你先下来，我先弄好好了。你现在暴动。哎、欸，你不要这样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。在，好，你不要激动，你不要激动，你不要激动。他太久没吃了，因为他不能一直吃，太肥了。好，等一下，你不要激动。今天就是给浅浅表演了。哎哎，好重。我先帮你搅碎，等一下，我就知道会有暴动。来，过来，好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这里，来，这里，这里，不要再过去了，不要过去了，来来，过来，停，这里，这里。哇！哇！哇！好，放下，放下。好，你不要激动，你不要激动。哼哼，你坐着吃好了，坐着吃，坐着吃，没有人，没有人在跟你抢。我跟他等下就会吐，他这个超贪吃的。你看，你不要这么贪吃。
你慢慢吃，你有看到他吃的速度多快吗？我觉得我先拿一些起来好了，他已经吃太多了。你不要吃这么快！哇，我的天哪、啊，你是800年没吃罐头了吗？有看到他吃得很急，很急，我好饿，我好饿。小易晚安，人可以吃啊，这个猫都可以吃的，对，贝贝晚安，对吗？马上趁这里，好，这里再去，我先把另外一边再把它搅一搅。很会选时间哦，对吧？一年吃一次，也不用一年吃一次啊。好，现在换我吃。现在抽奖没有啊？我不是说出产打个抽奖，看你的吃，我也在吃，有没有觉得很新年的感觉？芋头是吧？有点像火锅料，米粉汤。今天来抽，在这里晚安，乱叫疯子。好玩，我没跟你讲，不是没跟你讲，没跟大家讲。今天这旗袍是我之前活动买的，可是还是有点大啊，因为你看我腰其实才这样而已，对吧？要说自己腰很瘦，这样子，它有点宽，其实真的蛮宽的。重点是，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开高叉，这里这样。每天追随，不是买它啦，因为这个我不是定做的，我是已经挑最小号，我买衣服都要挑最小号，可是有时候最小号还是太大件了，你知道吗？前天已经快吃完了，我觉得他等一下会吐，他吃超快的。啊，前天也吃得很开心，他什么都可以吃，可是他真的只吃罐头，像如果这个里面是放鱼啊，或是放什么东西，他也不会吃。啊。大家恭喜发财！你要帮他掰背吗？你觉得我爸掰背，他会觉得更不舒服？我本来想说今天是不是要……我跟你讲，他还有道具，那给他，就是这样。他有做个猴扇，然后很浮夸，对不对？可是会掉毛，不是很好用，我觉得。那真有个发可以拿，这样子。这样我会比较专业一点，整个一套，然后之前会加丝袜加，对，丝袜加高跟鞋，没错，真的还不错，这套不便宜耶，戴手套比较专业，可是手套我觉得没有那么好看。钱钱还有呢，你不吃，好吧，就是给他当宵夜好了，一年一次。钱钱还有哎，你吃饱是不是？新年快乐！这旗袍好看，美高茶辣，很犯规哦！别再射我了，我没欠钱啊！请勿执行射杀队友，新的一年也祝你美美的开台。谢谢可乐，是 Coke 吗 ？Coke 是102，因为那个 YouTube 也有一个 Coke， 也有一个可乐。好喽，太好了，钱钱再把它吃掉，来，钱钱，钱钱，还有。以前还有，要不要吃？你吃饱是不是？以前，他真的吃饱了哎，他真的吃饱，哇靠！他以前是狼吞虎咽把它吃完哎，好，他吃饱了，好了 ，Coke， 你要不要来红包袋？你要不要指定写什么字？快点，我可以直接马上写给你看。我妹晚安，钱钱加太精，所以要写什么？别再射杀队友，我写了哦，我认真要写的。我想说，还是要现场写一下吧。我写了，别再射杀队友，认真吗？这个什么新年词啊？还是写个钱钱，我写个钱钱好了。有人要这个红包吗？是什么吗？好写了，那你再看得到吗？画面，画面停掉了，对吗？有点 lag， 因为我用双萤幕嘛，双画面啊。
脸上是有毛，写浅浅哈，好，帮浅浅写个，浅浅写个，浅浅，墨汁好像不太够，墨汁不太够，球。哦，太多了。新年快乐，波浪服，波浪服。谢谢高阳，高阳要不要来写歌？不行，我一定要遵守规则。一六八，祝大家一六八。一六四九，我这条话题我写几个，有些有把那个位置，我讲。好，浅浅完成。浅浅要盖脚印吗？好了。浅浅是你，他在看。浅浅是你，这里。那样，浅浅，浅浅你要来吗？浅浅你要加码一下吗？呀、哦，我衣服会坏掉。好，浅浅按，好，踏过去了，有了，他踏了。这里，这里，浅浅这里，浅浅，这里还有。你要吃吗？你刚不是吃饱了吗？有，他踏上去了。有看到他踏到那个吗？他踏在红包上，很好哈，很好哈，已经有了，已经干掉了，那很快就干，很快就干了。好了，浅浅又开始开吃了。大家顺便看我的腿吗？好，不是啊。Hello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钱钱滚滚来这样子，好吧？那、啊、如果那个扣扣要跟我拿，就私讯我，好吧？对啊，这红包袋好香啊，还不错，很香。哎、欸，谢谢谢谢三年后的经验，感恩，谢谢。又要再写红包袋了，又要再写红包袋了。今天可以指定文字，红包袋指定文字，然后写什么我可以寄给你。158加这个体重，但是158就博客领回去了啊，对不对？不用写多好玩了，这是给浅浅的哦，好，浅浅收着，然后罐头放进去，浅浅你的，它要闻味道，美国文豪送你，好了没有啊？感谢三年后的今天。哎呦，花掉了！你不要吃这么快！哇，我的天哪、啊，你是800年没吃罐头了吗？我看到他吃很急，很急，我好饿，我好饿。